中国现在不投资了，那你美国怎么不来发展？你日本怎么不来投资这个项目？那自然就没有发生嘛。哎，过于身为一位政治人，我想问一下，就今天我们讨论包括了日本的旭，澳洲的亿，相对于印度来讲，它就是变矿，可以这样讲。其实印度的本质它就是不解决，所以它本来就是要在各个大国之间周旋的，这事实上是回到它的本质。这是他的本事。对，就是他跟俄罗斯啊，俄罗斯事实上，比如说最近要跟伊朗，不是要在伊斯兰演习，就是大家如果有去印度观光过的，就应该知道，跟印度人打交道真的很好，必须要借外力帮助你自己打。对，你去杀价，你不要跟他杀价，没有用的，你一定要去走两个近的冲突的时候，双方的往军被操作到暗中的一个时机之后，现在回过来看，不过几个月时间，往军就是真看这个事情。嗯。